国36年创校到现在70多年的这个历史哦。咱伫1802年呢，和美高中设立，咱合并呢变成一个完全中学。那这几年来，咱彰化县政府陆续有1期、2期、3期的这个建设哦，拢总伫遮啊，已经诶支付出3亿外。咱后续还有第4期的6000多万的一个图书馆的一个建设哦。那这个完成了以后，我们和美这个高中和美国中就会变成一个又新，然后呢又有特色的一个学校。那陆续后边来吸收的这个教学。愈来愈节能减碳，愈来愈这个进步。那透过整体的一个校舍的一个这个设计哦，未来我们也会有一个这个风雨的一个这个走廊，让学生们其实是这个刮风下雨的日子啊，游游玩文化头抵赖校园之内啊，这个来去自如哈、哦。那也在这边要再次的谢谢我们历届校长及老师们的用心。那和美高中这70多年来，可以说在各行各业都培养了非常多优秀的人才。那我们未来一起来努力哦，让地方能够造就出更多优秀的好子弟，让我们呢教学呢能够呢更加的这个多元化，让孩子在这边能够更快乐的学习。再次的谢谢老师及社会地方人士大家的一个支持哦，才能让和美高中这个屹立不摇，而且呢越来越有它的这个特色及那个它的这个好的这个发展这样子。